黄刚这一题，他说哈，多项式是这个，那 a、b 不等于零，都不等于零，那么他问这个等于多少？好，这怎么做哈？我们呢把这个多项式哈分成呢两组，哦，一组的话呢是对称多项式，啊，一组呢是那个反对称多项式。哦，就是说，这是。a x 六次方减 b x 四次方加减根号二，哦，第一个是偶次多项式，哦，或者称为偶函数，那，啊，再加多少呢？后面这个是奇函数，那这个我叫做 f 一啊 ，f 一 x， 啊加上 f 二。好，那我现在的话给它带多少呢？五减掉 f 哈负五了，啊，这个等于多少呢 ？f 一，五减掉 f 呢负五，但是我们晓得哈 ，f 一呢是偶函数嘛，所以一减的话呢等于零了，啊，加多少呢？加这个 f 二哈。五，减掉 f 呢，负五，啊，这个哈，哦，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一个的两倍啊，也就是说哈，哦，这个已经是消掉的，哦，这偶函数消掉的，但是奇函数就是两倍了，哦，就是两倍的呢，这个多少？那我们知道这个 f 哈，哦，二呢 x。等于三 x 嘛，好，哦，那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是得到，我给它代表代五了，就三乘以五，那减掉多少？减掉这个代负五，哦，就是三乘以负五，那就变成两倍了，所以是多少呢？这十五嘛，十五加十五就是三十，哦，这一题就利用呢奇函数跟偶函数哈。就可以把它做出来，所以这一题的话，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4啊，30。